来看那一般人国度的原住民的乡镇，过些旅游其他族群文化的发通，每到改变大家的印象。新竹县江沙乡公所今年就用文青同期发现江沙做主题，今年还在乡公所为工厂办理同发机发通，大部分用模仿母亲而按到和尚的了解。原住民韩国一个客家人的结婚婆是一种多用族群扶贫穷困的模式。四神矿舞蹈团发派的同化舞蹈表演，为尖沙乡同化节发通做开场。土匪场传统的文化馆展示原住民的东西，还有客家先民耕种的加拉佛。得到耕种的技术，往把黑客新农民带来的，还教原住民朋友来种。大概在民国39年，我们真的很谢谢，这个客家人的进来，让我们很多农耕的技术啊，能够升级转变，让我们的经济收入能够提高。读读后，系母亲节前，江沙乡公所特别准备几两个同模范阿妹乡下分享。姐姐客家男女很辛苦，所以一道念出名五信当中意。因为我们客家有信佛教，太太是原住民，他那个天主教，当时是不太合的。生活久而久之，自然就是有那个协调性的啊。那协调后来，大家就融合在一起了。这场同化节发通，除了现场有过关游戏以外，还有五四前的接送车号车，各派土壤人员修改景点，不如去体验原住民同客家文化。江沙乡人口大约9300多人，客人大约有1200多人。江沙乡公所讲，下礼拜有需要消息相关的文史资料，同木乡群族群往北乡下生活的故事整理作书，帮后生来了解家乡的历史。客家新闻王文鸟新竹报道。